这个态度我也真是醉了。这件很适合你啊，蓝色本来就是你的最爱，我送你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，今天是来帮你挑衣服的嘛，你看一下。没事，广众之下非礼你呢？那你干嘛要抱抱我？如果我不抱抱你，他们都会把持不住的。为什么？你真的火了，快走啊，快快一点啊。说吧，找什么事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想问一下，繁星姐没事吧？她能有什么事？是我被开除。你被开除了？对啊，整天忍辱负重，不干就不干啊。难道繁星姐不知道是李宝英搞的鬼？你说什么？是李宝英偷改了你的数据啊，我亲耳听到的。难道繁星姐不知道？没搞清楚就让我背黑锅，这事儿我一定要跟他掰扯清楚。喂，哎呀，繁星。